欧总，欧总，欧总，行行行，都坐下吧啊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想让大家认识一下我的新秘书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美雅，咱们之前见过的哈，嗯，还请各位以后多多关照。好了。都先忙吧，我带我的秘书跟你们的经理见一面。林秘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作为我的秘书，见了同事不打招呼，这可不太好啊！啊，不过也是，你们俩都这么熟了，也不用我再介绍。我今天带林美雅过来呢，就是想让你们以同事的身份互相认识一下。打今儿起呢，林美雅正式担任我秘书一职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秘书就好，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直接闯进我的办公室，特别不好。啊。OK。我还要带林秘书去熟悉下别的部门。